大屁你在亚洲巡回演唱会大马站神秘嘉宾究竟是谁？天空音乐节在金马伦顺利举行。不经不觉有十年了，福禄寿终于合体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Danny 温力明，欢迎收睇 Entertainment。大屁你终于翻嚟马来西亚开演唱会啦！仔亚洲巡回演唱会咧，即将喺8月11日咧喺亚细亚德 Arena 举行嘅。哇，喺好多歌曲啦，包括咧好多嗰啲 K 歌嘅，比如讲陈英啊、Yao the Eye、Cinderella、反空洞等等等等。嗰晚咧一定系全场卡拉 OK 一齐大合唱噶啦！Penny 演唱会究竟边个系嘉宾呢？咁上个星期 Die Penny 咧就喺嘅社交网站嗰度 po 咗张相，原来啊系陈绮贞啊，两位才女兼女神一齐 cross over， 真系百年难得见嘅组合啊，点可以错过呢？上个星期咧，我讲过天空音乐节噶啦，不过呢个星期我依然要讲嘅，点解呢？因为我本身有表演啊嘛，哈哈，去片。福禄寿十周年演唱会咧，就啱啱喺云顶就举办咗啦，笑到爆肚啊！你哋有冇睇啊？嗱，冇睇嘅朋友唔使惊，我哋去片。大家好，我系自从我老婆有咗之后，我都唔知道自己究竟系爸爸定系妈妈嘅王祖蓝。你究竟知唔知道福禄寿里边边个系阿福，边个系阿龙，边个系阿寿先？阿福，你为咗表达我嘅不满同埋祝福。我準備咧送上呢句説話俾我兩位兄弟嘅，咩嘢？就用我嘅名字阿福嚇、啊，英文啊 ，Fuck you， 我還翻俾佢 ，Fuck you too，Thank you，Than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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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， 拜。並且一生都不説話，都不想講假説話欺騙你，留意到你我這點處，你會發覺更加長一點點距離。蘇生係有啲驚添。都是要行穩啲。邊個話我靚啲？俾啲噓聲我聽下先。我靚啲啦，聽到未啊？噓啊！的望你，心中慢慢的醉，全为你，眼前人是你，那兴奋的心思一起起。我愿在明夜明月对你加班，星光之上这场梦与你浪漫。我愿面对宇宙凝望，与神也相伴。Come on， 使你无尽温暖这的时差。好啦 ，Entertainment 咧就讲住咁多先，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，耶、yeah! ！